算是面对我的哲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妮。如果是荤菜的话，那必然就是羊肉；素菜的话，一般是毛肚。毛肚是荤菜吗？展示一下川味十面哲学。一个人熬夜把十面，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当哲学，播放起最爱的音乐，烦恼中回应人而解。我经常失眠，失眠最厉害应该就是天亮吧。一方面是因为写歌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压力。那咋办呢？别挣扎了，就起床吧。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卡点啊，视频和照片拼接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安排。整，肯定整。大家都说我是追星赢家嘛，就是之前喜欢的很多歌手都合作上了。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一个歌手的歌，叫周兴哲，不知道吧？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合作？给你争取一下子。要真的，我好好准备。本人就是一个很喜欢唱线下的人，所以就是我会很努力的去争取这样的机会，然后也希望可以顺利的举办吧。这首新歌适合你的任何一种状态，开心的时候你会更开心，难过的时候你会变得就是一整个，哈，编不下去了，就是反正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不喜欢也要说喜欢。福利时间。一个人熬夜，把失眠当我的哲学，播放着最爱的音乐，烦恼总会迎刃而解。